大家开箱五大私心推介啦！小食一定是最受欢迎的 item， 这款粤式虾多士炸得香脆可口，点埋太太酱真是食唔停口啊！虾田美食又点少得人人都中意的鸡翼啊？这款避风塘炒鸡翼好有镬气，而且仲好野味添啊！有冇谂过到会都可以食到打冷呢？这款打冷卤水拼盘够晒特别啊！主食就重点推介这款老板鲍鱼瑶柱荷叶饭，有大大只鲍鱼，非常足料，脂皮值极高啊！另外仲有这款美式蜜汁即烧猪肋骨，同样大大份，一人一嚿就啱啱好啦。唔止主食任拣噶，呢度仲有好多款汤水同埋甜品，同传统度会好唔同，以一人一盘咁计，方便大家预计要嗌几多食物。虽然每一份份量少啲，但选择就多咗。以往十人份量都会可能得几款食物，而家就可以有十款食物啦。人数越多，可以拣嘅食物款式就越多，分分钟多到似食自助餐咁啊！无论消费几多，全个九龙区都免费送货，港岛同新界都只系每单加30蚊运费。到会谷仲设有会员制，每消费10蚊就有一分。除了可以换现金礼券，自选到会美食，就连迪士尼门票、酒店 staycation 同 iPhone 都有，真是又食又拎啊！只要提早一日上网落单，当日即制，仲直接送货上门，非常方便啊！记得封笔订，下次食大餐的时候试下佢啦。對比之下咧，你就發覺其實呢邊都仲係有眼袋噶，但係呢邊已經係平翻噶啦。咁仲有就係咧，個黑眼圈咧，真係好大對比咯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個療程咧，係非常之犀利嘅，淨止係網上啦，就算係我哋 artist 之間咧嘅討論度咧都非常之高嘅。咁我知道咧有好多明星嘅朋友咧都揀咗呢一個嚟做嘅。其實我之前咧試完嘅時候都未感受到嗰個威力有幾勁，咁係直到我翻到屋企啦對住塊鏡睇嘅時候，我先至覺得啊嗰、那個黑眼圈眼袋嗰個位咧係白咗好多，即係你唔可以話佢完全冇咗嘅。咁但係咧其實做咗一次就已經嗰個效果咧，我即時翻到已經有呢個好明顯睇得出咯。頭先涉及嘅 RF 技術嚟嘅，咁佢幫助我哋咧溶解咗眼底嘅脂肪啦，促進翻成個微循環啦。咁好多人都覺得自己有黑圈啊、眼袋啊，或者成眼腫啊，其實都唔知道原來循環係好緊要嘅。哇！好明顯咯喎。佢原先兩邊眼嗰個狀態，其實真係呢邊都係個黑眼圈都係好深噶。咁而家已經係完全兩邊超級唔對稱噶啦。你覺得係咪好舒服啊？即係碌下碌下。係啊，真係碌下碌下真係好緊要。咁所以如果大家都同 model 一樣啦，有眼袋、眼紋或者黑眼圈淚溝問題啦，咁就快啲登記啦！而家得免費體驗我哋 R6 包去眼袋，名額有限得30名嘅咋。哇！其實而家真係超級抵啊，988蚊啦，就有5次，仲有合約保證，無效退款。大家記住快啲嚟登記 R6 嘅包去眼袋療程啦！
我说这个有假的吗？我说这个有假的吗？
Thank you.